欢迎来到 BB Hi Fun， 我是非凡，我是女神下午茶。今天又是我们 Hi Fun 大来宾的单元，我们的大来宾已经在后面了，让我们欢迎女王。Oh my god！ 是鬼，好荒谬哦！贞子爬出来了。我今天怎么那么漂亮啊？你今天是忍者造型。对啊，我是忍者。哈，好的，女王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女王，我是全台湾最年轻的变装皇后。哎，所以你的 drag name 的英文就是 queen 吗？对啊，一开始我的绰号是芋头。不是你自己取的吧？是啊，没有，我国小叫小雪。国小生会叫小说，然后呢，国中叫芋头，因为我们喜欢吃芋头。女王是因为想说要当皇后了，就当女王。对啊，因为皇后感觉还好，就女王感觉比较，你知道，统一天下的感觉。对，而且女就是女王，就是嘉贼变刃，陈文的刃啊。哦，是在玩一些文字的，对啊，好深度梗。天哪，感谢你帮大家解惑。解惑那你会形容自己的变装的风格大概是怎么样的路线，或者是你喜欢的比较偏时装一点？时装一点，对对，因为你好像本来就是学念相关科系，服装平常出门也就是穿。对，有一次我就在街上遇到他，然后我编头发那次，对不对？觉得划算。那你是怎样踏入变装圈？就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变装，因为这其实算是你的日常打扮。对对，那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找到自己这样的风格？应该是国小吧。国小开始穿女装，国小长。我今天素颜呢，因为我是小学知道自己是 gay， 然后呢，我是到国一的时候，就是有参加学校那种比赛，我们老师就是有帮我化妆。我那次是主秀，然后就觉得，哎，很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觉得，哎，自己好像比较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比较漂亮这样。国中出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会打扮，会化妆这样。国中可能一个礼拜七天嘛，也只有两天，一个礼拜当然七天啦，没有啦，以前可能是十天，对啊，没有，可能以前频率没有那么高啦，但是到了国三升高一之后就开始慢慢就是每天这样了，越来越就是找到自己穿衣的风格。对，你觉得你的个性有让你在生活上有吃亏，或者是在工作上？因为我个性比较直接啦，所以就是不认识我的人会觉得我怎么那么没有礼貌或什么之类的，或觉得没大没小。对，我觉得认识我的人之后就会说，开始我觉得你很可怕，觉得你很没礼貌，但是后来发现你其实是善良的人。但我就觉得 excuse me， 但是我有在想这件事情，想说我到底是要不要改变自己。但是我会觉得，喜欢我的人就是会喜欢，对，或是说想要认识的人就是会去认识。那、如果不想认识，会觉得我有攻击性的人，那就没有关系，就先不要来。对，就是或是说，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讨好到，或者说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当朋友啊。Exactly。对，那就是假如说磁场有相近的人，那我们就在一起就好。那假如说磁场不相近的人，我们也就是也不用到不喜欢或干嘛，就是远离他就好。但是我们基本的尊重还是要给。所以我基本上属于比较不会讲闲话的人吧。因为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会跟自己到最后的人是自己，所以 你用自己比较自在的方式，跟自己相处会是比较重要的啦。谢谢，谢谢小马哥。那我们可以聊你的性倾向跟性别认同的部分。性倾向，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是 gay， 然后我是男生，其实我喜欢做美妆，化完妆还是很漂亮，很有力量。然后很有鼓舞人家的感觉，就散播欢乐散播爱这样。但我就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就是确立的分明，不要那么一分二的。所以你也不会形容说自己是什么酷儿啊，或性别流动那些。就是像我们平常穿衣服，只是我可能穿的衣服布料比你少的，真的很。对啊，我就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分明。但我也还蛮幸运，就是我从小就比较没有接受到霸凌，应该是说父母保护的比较好一点。就是要不然就是远房亲戚真的是在南部那一种的，所以爸妈也比较不会有接受到家族的对对对，而且是说因为我爸妈年纪真的比较大，爸妈60几快70，而且是说再长辈的就真的不在了，就
也管不到了啦，对啦，也管不到了啦，对啊。但是我出柜的时候，他们是有，也不是说家庭革命，就是他们自己有去看医生，他们会觉得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哦，所以就是他们也是有经过一段过程，是消化了。嗯，那我会觉得有点互相在情绪勒索。我会觉得说我是你们的儿子，你们不可以抛弃我，或者说不可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选择跟我疏离。嗯，然后我会觉得我有点在勒索他们，然后呢，他们也会觉得说我怎么辛辛苦苦把你们养大，不孝。对对对对对对。那后来我们就算是要找出一个平衡点啊，就是说，就是保护好自己，那基本上不要做出违法的事情，基本上就 OK， 因为、不要做出违法的事情。对，我们真的要再强调一次了，不要做出违法的事情。好了，那最后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还要特别打广告或分享？大家其实可以找我看接亲活动嘛，因为你知道年轻人皇后需要一些机会。那什么样的工作类型是你会特别想要做？就是除了我们现在目前有看到你会变装的表演，其实基本上都 OK 的，不设限，对，都可以尽量。那露三点我都 OK， 一定要露三点。穿衣服的戏不要找，对，真的不能。但是我个人我是不能拍那个 G 片了哦，对，所以目前没有打算进军 G 片的业界这样。对啊，应该也没有人想要看吧？因为我干人能不好看呢、啊？我不一定，你就留男优一些活路啊。我 OK 了，你太猛了，因为我个人是铁衣。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女王到我们的嗨放大来宾分享她自己的感人的肺腑的 Oh my God 的故事。那欢迎喜欢做自己的朋友记得分享这支影片哟、记得按小铃铛按订阅，拜拜拜拜。好，请讲出你在台北觉得最讨厌的变装皇后。没有，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好好学舞。